好，小小咪，请问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对 ，Some Moms， 我们之前看过一本书叫做《Some Dads》，这是同一个作者 Nick Bland 的作品。但是这本呢，专门都是在讲妈咪的，有各种不同的妈咪，看有飞行员妈咪哦，是不是？那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样的妈咪。Some Moms。Some moms are graceful， 有些是很优雅的妈咪。And some moms are tough， 有些是很坚强、坚毅的妈咪哦。And some moms can tell when you have borrowed their stuff， 有些妈咪很聪明哦，马上就看出来你偷拿她的东西了。噔噔噔噔。Some moms are fearless， 有些妈咪呢非常的勇敢，什么都不怕哦。And some give you wings， 有些妈咪会带着你飞翔哦，呜，飞得好高哦。And some tell you tales of incredible things， 有的妈咪会给你讲故事呢。Some moms sing softly， 有些妈咪呢会唱很温柔的歌曲。And some shout out loud， 有些妈咪嗓门很大哦 ，Hello。And some moms are easy to spot in the crowd， 有些妈咪呢一下就会被认出来，她的妈咪在哪里啊？这只小企鹅的妈咪在哪里？是这只吗？是这只吗？那你可以帮我找到它吗？你帮我指一下在哪里。嗯，在这里，对不对？也是带着橘色的头发，对不对？也有橘色的头发。All moms solve problems in their own special way。每一个妈咪呢，都对解决问题有自己一套的方法。你看山羊直接把它吃一个洞就可以走出来了。然后长颈鹿喜欢看地图。A day spent with mom is a wonderful day。可以跟妈咪在一起的日子是最棒的日子，对不对？你喜欢跟妈咪在一起吗？喜欢哦。可以啊，你可以喝一口啊，所以这就是妈咪的故事了 ，The End。